7月17日，郑爽到北京工业大学拍摄新剧《青春痘》，在新食堂和图书馆均有取景。围观的网友纷纷表示，今天的郑爽很酷，并拍下不少路透照。爽妹子穿梭在学校食堂和图书馆，身穿宽松 T 恤，变身酷女孩，白 T 搭配黑色耳机，清新阳光；紫 T 搭配白色耳机，低调自然。爽妹子丝毫不做作，笑容甜美，看来小仙女很接地气呢。非凡娱乐整理报道。